大家好，我是 Matthew。 有鑑於最近香港地很多人患了急性患腸炎，不停去搶口罩和廁紙，搞到我一個都買不到。而剛剛我在網絡上聽到一首歌，叫做有沒有口罩一個給我，我覺得非常有共鳴。雖然他頭一分鐘是同一句歌詞，但極吸洗腦，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有沒有口罩一個給我？主唱中村。是不是很有共鸣？在这里再一次呼吁那么多位，不要在这里急性盲腸炎，有需要买口罩和廁紙的人现在就是买不到，希望大家回归理性，我们共同抗疫，多谢。